过上班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的人生真的很不开心，非常非常不开心。那个时候我的人生好像没有目标。收工这个东西赚得了钱吗？你可以养活自己吗？我们家是一个很穷的家，即有可能一条熟鱼四个人吃。有一个好朋友是送了一个飞轮机给我。因为手作是对我来说从小到大就是一个梦想，我怕我来不及完成它，我想要加速我的脚步。其实棺材不只是带走老人的，我的表弟突然间离世，然后在他离世的前一个星期我们还为他唱生日歌。因为人是会死的， spend 的时间去赚钱不如我 spend 的时间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。最怕的不是失败，而是有遗憾。我一发现到我跳舞最开心的时候，我马上就跟我的老板说我要辞职。 Recall 翻同埋 recap 翻我哋嘅 purpose 喺依家依度系做乜嘢。有一个男的某啦啦就是有 engineer 不做跑去做跳舞的，真的是你还不是算还是什么。其实在走这条路的期间曾经真的是有哭过有怨过，当然笑的会更多。有很多人问我、你用什么镜头的，你用什么光圈的，这个是不重要的，最重要的那个是个 content。 你的里面你喜欢的东西，你的 lifestyle 是什么。我们每一天练12个小时，就是纯粹真的是要证明给全世界的人看我们是可以的。我觉得快乐真的只是一种选择，它可以是由自己一双手给创造的。诚实面对自己，你才会找到勇气。Honest with 你自己，如果你真的爱这个，你就可以行动。